好，而这回呢，这家九把刀今天也开始请大家来吃便当，一天50个限量送，很多民众呢开心早早就来排队。不过也有人因为没有拿到，非常生气。不过有很多人今天来不只是吃便当，还捐钱加码，现在便当已经不止700个了。来，七百个便当终于要发了。九把刀陈宏为了拒卖肥劳便当文，要请大家吃便当，一天50个，早晚各25个，请大家吃。民众早就来排队。我好像10点左右就来了，10点就来，哎，对。有没有人没拿到？连囊很多人没拿到，我今天就没拿到啊。我们明天还要再来吃，又从北投骑脚踏车来这边吃一吃，这样。老板特别在店口注明便当什么时候发，目前还剩几个，不过还是有人没拿到，很生气。各大报说11点多开始，对，大概十一点，对，那现在9点，本来想挂布条会太忙了啦，算了，那我就写这个自己设限，我的时间范围内去弄，这样。为了应付订单和大量顾客，老板这几天几乎没睡好，5点就起床赶工。虽然给九把刀打了折扣，不过九把刀确实想把折扣金额加码送更多便当。一天仅吃50个，是有一点感觉有点小，有点少，但是我觉得我们都贵在持久了。有消防员和民众为了响应请便当，特别捐款赞助，目前累积到2100块。慷慨捐助就是想让大家知道，台湾人其实很热情。中天新闻吴启明、张凯亮、张子 SNG 小组台北采访报道。